是哪个幼儿园的呀？丽晶幼儿园的。哦，好可爱的小朋友。那你看谁折花？不许折花，有没有文明小花？谢谢摄影师，谢谢你们。今天为什么到江滩来？我们是今天天气晴朗，天气晴朗。那一个空气新鲜，空气新鲜，而且我们的菊花怒放。哦，我们就跟他一起欣赏。你们是为菊花展助兴的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哇，太好了。我们是武汉市开心果鼓舞队，对大家都开心。那我们社区是在长江尾社区，要活动是在解放公园。他是队长，是老师。这腰鼓吗？哎，腰鼓。我们是开心果，这个曹老师的20几年了。开心果腰鼓队，你打了20几年了。哎，曹老师20几年了。您呢？我了10几年了。哎，还有这一个队长。这打了5年的，他5年了，他打得很好。打了5年的学员，还有一个梁老师也在。还有梁老师。我们在那里不能在公园。公园你不允许打。哦，公园不允许。江滩也有管理处。也有管理处。哎，公园是有住家的在旁边。哎，他要投诉说我们吵了他们。哎，我们就在这里来。这里你们可以。家的。哎，尽情的打。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，改叫解放四川。哦，那一个还有江苏，哦，还有我们河北解放公园的玩的，来自五湖，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。就我的总城在长江尾老年大学文艺队。太棒！您平常有什么活动啊？开庆祝活动啊。开庆祝活动。节假日，你像逢年过节，哦，我们都要那个自发的庆祝。来，都是结婚的，嫁姑娘的。对，接媳妇的，在开业的，这个开业的，别的庆典，然后你就请我们。哦，这种就开心果。周老弟，你是搞什么的？我是生完武汉抖音频道。哦，啊，来，我们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加一个，来，加，加一个，加一个，来来来来。嘿嘿嘿。我是八字形的，我是八字形的，这个蚯蚓形的，他赢了。啊，再来，别八字。刚才那把我们先生歪八，出圆圈，别八字。哎，你转大一点。我拿不着。哎哎哎，这里。再来。哎哎哎，别过。Yeah.